军先锋号，阿娇演哭戏，感情充沛，火风泪神。最近在横店热拍的《古剑奇谭》剧组迎来了阿娇和乔振宇最后一场大结局的戏。在经历了分分合合之后，阿娇与类型面十分出乎意料，与之搭戏的乔振宇更是大赞阿娇演技，封阿娇为泪神。他是泪神，泪神，对，几秒落泪，他很快，真的很快，因为他有很多跟我失散的时候然后又重逢的戏，他会就是那个情绪会调动得特别快。泪神原是人，只是哭得很销魂。阿娇表示自己也没有特别用技巧，也许是经历了很多之后，内心感情世界变得丰富，才能更懂得如何去表现哭。是有什么特征？没有，就是我第一次拍哭戏的时候，我就请教过一个前辈，他就说这个教不了，你要自己去找自己的方法。对，所以要自己回去练习，找一个比较自己容易的。那你通常会是想到什么呢？越想越哭不出来的。对，他就是天生的感情丰富。没有，有杀青眼。